8月2号上午，由中国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“意愿同耕方凤赋泰国画展”在曼谷泰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展览大厅举办。方凤赋现任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擅长中国花鸟画创作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力创新意，严谨朴实，清新典雅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特别是所画的白葡萄和白藤花。 将写意勾勒晕染相结合，有所创新，实有心得。这次方师傅带来了自己的60余幅灵毛花卉精品展出，其中包括硕果累累、笔走龙舌、果飘香等葡萄画鸿篇佳作。我这个十几年的嘛，走了17、18个国家和地区嘛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文化、这个艺术、艺术啊，在国外的话还是很受欢迎。本台记者曼谷报道。